李佩炫2002年七月惊喜宣布自己和钟爱女友结婚，正式成为人夫，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们分享幸福的婚姻生活。但他的首日则发文坦言，婚后半年才和老婆说出对彼此的疑虑，最后发现两人原来都想太多了。李佩炫原本怕老婆嫁了之后会觉得很无聊，因为她很宅，结果老婆也想到相同的事，也担心老公会觉得婚后生活很无趣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他们两人已经说开了，结果发现彼此都想太多。而从李佩炫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，他伸手摸老婆的大腿，甜蜜笑说：“一个宅女嫁给一个宅男的结果，不是看电视就是在睡觉。”并透露他们已经待在家维持这样的状态3天了，简单却洋溢着幸福氛围，让网友看了纷纷直呼好羡慕啊！